准备哪些用具。在准备用具之前，我们第一个要有第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所有的用具哈，一定要轻便啊，因为你到室外一定要走路嘛，哦，比如说你去爬山呐，哦，上黄山呐，那个台阶上万的台阶，你要是一瓶水都，你都会到后来就觉得很重啊，所以我们要准备的行军用具轻便为主，方便又轻便啊。那国画也可以写生，在我高中时期啊，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想说，为什么水彩画可以到室外写生，国画大家都在家里下面画三叠山的，画那些传统画的，总觉得很没有意思就对了，没办法把那个日常生活看到的风景画进去。我那时候就开始写生，所以我那时候这个参加高三的时候，那个做复选第六届全国美展。高中生的时候，那一张是教育馆收藏的，啊，教育馆的知道我是高中的作品，他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啊，那个都是写生的作品，啊，那国画写生呢非常重要。我们画界的这个古人啊，名人常说过一句话，我说过一句话叫外师造化，要中德心念。外师造化就是造化，就自然界嘛，要以自然界为师，因为自然界才有各式各样的题材，而且你要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好山好水，你心里的感觉把它画出来，那个作品才有生命力啊。那中德心念呢，所谓的中德心就是经过你的思考，经过你的美感，经过你的表现的计划，把它呈现出来，就是以你的观点，以你的美感表现出来的作品，这样是最能够深刻的表达出你要创作的题材啊。所以要外师造化，中德心念。但是呢，传统国画一般从文人画开始都已经忘了，知道嘴巴会讲都不会做啊。所以呢，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，石涛有讲过一句话，叫“收尽奇峰把草稿”，意思就是你要走到室外去，只看好山好水，要收尽这么漂亮的好的山水，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来，就是这个写生的观念啊。那这个。这个作画就是要尽量反映我们自己啊，自己生活的环这个体验啊。这个像齐白石就是反映生活体验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他把日常生活画的这些素材啊，都是画在画面里面的。以前文人画都是哪些画不可以不画，哪些画要相当于不可以不画啊。但是呢，齐白石就把日常生活，包括他我们家里那个白菜啊，什么什么都把它画到画面里面来。以前的画家画的都是，比如说，像代表的四柱子、梅兰竹菊都很像，代表文人的情操啊。然后像画松树啊，也代表一个这个文人一种精神啊。那我们现代人就是要画出现代人风貌、现代人美感观念的作品出来啊。那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写生版啊，这个写生版啊，那这个写生版呢是折叠式的写生版啊。这个写生版打开以后呢，刚好是我们的宣纸三开大，打开刚好三开大啊，三开大情况。以前啊，这个我在这个读艺专时候，大概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就开始设计啊，这个上环山开放探亲，我就接了写生版上环山。那其实所有大陆画家都没有一个拿毛笔写笔，拿炭笔啊，拿铅笔在那写生，回去再换画成国画，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。你要在当时的情景，把心里的感受直接用毛笔表达出来，这个才是最直接的，才是正确的啊。所以我第一个提倡啊，要对景写生啊。那这个早先的时候，因为材料的关系，都是用三甲板。三甲板还是有个重量，那现代呢有这个塑胶的瓦楞板啊，塑胶的瓦楞板啊，那这个非常轻便，你看非常的轻啊，那你飞到室外就不会累赘啊。那另外有这个魔术毡，有没有？这个是魔术毡，你看非常的方便，我们的魔术毡啊。然后又有什么呢？你看民国六多年的时候，刚好那时候有撕不破的名片。撕不破的名片，我用撕不破的名片来粘后面，再怎么转，上万次都不会断。你其他材料都没这么好，这撕不破的名片纸，
知道吗？啊，是不透的。那用强力胶把它做起来，折叠起来，打开以后就是平的。那平的之后，我们魔术粘对不对？把魔术粘搭平，连起来，把魔术粘啊搭平连起来，那这样就不会折过来了，就平了啊。那这个是我们收纳的时候把它连起来的啊，收纳的时候把它折起来的时候用。那这个板子上面有贴一块米白色的布织布啊，垫布，一定要有垫布啊，一定要贴一块垫布啊。啊，记得一定要贴一块垫布哦，这个一定要用米白色，不可以用黑色，黑色不会脏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可以用黑色的，因为我们的宣纸打湿了以后会半透明的。假如说你是黑色的话，上面的龙蛋分不清楚，所以一定要米白色的垫布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啊，这个写生板啊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四个地方有穿洞，有绳子可以绑，可以背。也可以绑鞋脚，到时候站起来就是一个斜挂的，这样就可以站着挂，跟小朋友的学生板一样啊。那个你们下一期就要制作学生板，一定要制作啊，这个外面是买不到的啊。那我也不申请专利，大家都可以来推广啊。这个学生板啊，第二个当然宣纸啊，宣纸我们就裁好，用塑料袋封起来。那宣纸太薄不好，因为风吹容易破，稍微买厚一点点的宣纸啊。那其他的就是要有一瓶啊，要有水，水是可以喝，也可以画画用啊。这个水一定要准备的。来，我们再慢慢把这个东西掏出来啊。然后再来最重要就是墨汁啊，墨汁啊，墨汁。墨汁一定要用磨的，不可以买市面的墨汁。市面的墨汁哈，你看不会错，不会坏，都有防腐剂，化学防腐剂，对纸张保存不好。用墨汁画的作品不容易保存长久啊，伟大的作品嘛，很快就烂掉，这个价值都没有。而且也代表你这个画家根本就不敬业，也不专业啊，而且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一种荣誉感。这个墨汁呢，我们一定要用磨的，而且要用开水磨。早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就用生水磨。结果去大陆，一般去都是两个礼拜吧，那个墨就坏掉了，因为墨里面有胶，啊，胶会腐败，会错掉啊。所以用开水磨，最好是用热开水磨好以后，再用瓶子把它装起来啊。那一般我们平常不用的时候，就放在冰箱的冷藏，冷藏的地方不用放在冷冻库。放冷藏，啊，那每次用的时候挤出来，不要碰到生水，最多可以保持半年不坏，啊，至少三个月都不会，啊，你去外学生带着的话，啊，这个墨都不会变质，啊。然后再来装水的笔洗，啊，装水的，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卖这个小朋友在用的装水的三格的。三格的啊，我们可以把它装起来，你看，非常方便。现在是材料越来越轻便，越好用。有三格啊，你至少要两格，一格吸笔，一格调墨啊，还有三格非常好用啊，又轻便可以收纳啊。啊，另外呢，还有夹子，你要准备夹子啊，夹子就把纸夹在这个化纤板上。把纸打这个脚一定要夹，来，我们四个脚一定要夹啊！夹着夹着，最主要是怕这个纸被风吹跑了啊，也是固定。我们把纸夹起来，
夹子最好是至少要有六个夹子啊。当然也是轻便的夹子为主的啊，轻便最好。夹子夹起来，夹好啊！来，再来其他的用具啊，你还要准备一卷卫生纸啊，吸水啊、擦手啊，这个吸墨用的卫生纸。然后再来就是要一个白色纸的这个调墨盘。这个调墨板不要陶瓷的，轻便最好啊，像这种酸纸破的啊，不要太轻，不能保利龙的或纸的，风一吹就吹跑了，而且吹跑还不打紧，旁边有人画画，你那个墨就喷到人家身上去就完蛋了啊！记得哦，那也可以去买那个我们在种花有没有垫在下面的那个水盘。买那个最小的，白色的一定要买白色的哦，那个最好用。种花到花市啊，去买那个垫在下面怎么样？花盆啊，垫在下面那个最小的，圆形的啊。再来是毛笔啊，那出外的话就不要带笔帘了，笔帘也是个重量，就塑胶袋这样装起来啊，这样打开啊。那毛笔至少要有大中小啊，至少要有大中小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颜料，假如说你画好要染色，画好要染色的话，要一个棉花盘调色，还有这个盒子装颜料的，当然你不要拿带陶瓷的，这个塑胶做的，现在有市面卖好几格的这个收纳的这种塑胶的啊，打开来你看颜料，颜料要照着色碗盘，不要乱盘。就是你银色条不会脏掉的，你摆在一起，啊，知道吗？然后塑胶的，啊，塑胶的哦，塑胶的颜料摆在里面不容易粘住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用刀子把里面刮得清清照照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才会粘住。才会粘住啊！颜料放进去才会粘住，你要是太光滑你会掉。你在外面一震动，它就掉了啊！用刀子把它刮得粗糙，再把颜料放进去，让它干了啊！怎么样？这个被我刀子割过的啊！你看，我们看到，这样才会粘住。你看这个多轻便，对不对？又方便又轻便啊！颜料、棉花板，啊，棉花板一定要带这个塑胶棉花板，可以调很多颜色。啊，这样就够了，好，染色啊。好，那我们另外最重要就是说，如果到外面去，他那也可以不带写生，不带写生，你就是要一张塑胶袋，要带着塑胶袋。啊，打开来就自己坐在地上，啊，坐地上的而已。啊，不然就是写生椅，啊，写生椅像这种轻便的写生椅非常好用。看，轻便写生椅，对不对？把它折进去，这个把它插销放进去，这个是写生椅。看，我用写生椅。这个非常轻便，有没有？这个材质很好的哦，这是目前最轻便的写生椅。在哪买？登山社吗？哇，这个小孩子们在网路上找到。很多都是网。啊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必须一定要轻便啊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变成累赘啊，尤其是爬山涉水，你到外面写生啊。这个写生的用具一定要轻便啊，记得轻便啊。好，介绍到这里，用具材料啊。